这是不曾被遗忘的上古之境，繁荣之势已稳步蔓延，而潜伏在东西大陆的邪恶力量正肆意崛起。新月王国的政权日益巩固，琵琶港的贸易也日益增进。今天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吗？我这儿的武器可都是上等货。高贵的精灵，英勇的诺亚，野性的兽灵，进阶的哈利兰，继承神之天赋的族群们必须直面新的成长魔力，探寻秘境，翱翔天际，激战掠痕，纵情海域。远征队的足迹向更远的极地蔓延，而海域的那一头，全域带来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当一切暂时回归宁静，阴线的夜之说书人却要点醒扶饶疆土下掩藏的历史秘密。洛卡丘陵终将被发掘，古老的埋骨之地又将引发怎样的危机？神与英雄留下的遗迹正逐步显现，新的挑战即将开启。这一次，你将再次改变这个世界，准备好了吗？